有一代，哎，肥美的草原别荒唐，是贪婪所去，殃及黄沙，这蓝天是贪婪所去，搅得江河滚一团。公元五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可是良田肥美，到处是树木花草，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。可是由于人类的愚昧，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，不过一千几百年的时间，宏伟壮丽的夏国国都统万城夏王陵便失去了绿色的屏障，生态环境失去平衡，终于变成了沙漠中的废墟。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惩罚呀。那么举世瞩目的千年古都，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，难道也要重蹈统万城的覆辙，变成沙海中的废墟吗？完全可能。不，韩朝强同志，不是可能，是用不着多久就会摆在你们面前的事实。李科夫同志，这就是您对北京周围生态环境考察的结论吗？是的。北京郊区林木覆盖面积只占1.3%，四周的沙漠流动快的地方每年以1公里的速度向北京逼近，加上这些荒山自身的沙化，统万城的今天不就是北京城的明天吗？如果我们立即采取绿化措施呢？土层不足2公分厚，没有水源在石头上绿化吗？还有风沙带从东北到新疆4,069,000平方公里，占你们国家总面积的42.4%，绿化有这样的力量吗？
谢谢大家。老韩，给大家讲几句话吧。来，欢迎韩老讲话。韩老说几句，韩老咱们说一句。欢迎。今天李局长为我离休召开了这么隆重的座谈会，还送我这件珍贵的礼物，大伙儿为我这么使劲的鼓掌，我这老头子心里头怪不是滋味儿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韩老，您当之无愧呀。不不不，是三代人的血汗才有咱们北京的今天呢，真不容易呀。韩老，今天这个座谈会实际是个接力会，您是近三十多年来接力赛的第一棒，我们跟着跑啊。那下一棒啊，就该是他们的了。韩老，您就等着瞧好吧。好好好，说得对啊，是接力，咱们要一代一代接下去，特别要接好咱们中国人的志气。说得好，四十年前伊科夫说的话是事实，可是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。是什么错误呢？当时我在场，他的错误当然是多年以后才认识到的，就是只看见土层薄没水源，却看不到韩老刚才说的中国人的志气。太对了。是的，就拿我们这些六十年代上山的知青来说吧，如果没一点志气和理想，早就凉锅贴饼子出溜下去了，哪还等得到今天呢？小栾，不是十点钟集合出发吗？可得快点了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还是正视现实吧。现实，我高中三年门门优秀，还得了金质奖章，这不是现实吗？可没有大学录取我，我怎么了？你品学兼优，校长和老师也都这么夸你，可你别忘了，你爸爸他……不是还有重在表现吗？是啊，我教的那个毕业班也有这种情况，有个叫张春玉的，年年是三好学生，就因为家里也没考上大学。听说他也报名去了林场。妈，您放心，
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，不上大学照样有前途。哎，好好。同学们，我希望全校同学向考进高等学府的同学们学习，他们是你们学习的榜样。他们将来将是祖国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，他们将给我们母校带来骄傲和光荣。伟大是吧？太好了，祝贺你们啊。哎，这个新的事物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哎呀，我这不是让他们听到吗？他们也是，太棒了！北航将来当驾驶员，驾驶员太棒了！我喜欢当驾驶员，我喜欢德爷们。不是，不带中文系的。喂，小伙子啊，你块大，所以我记得你名字。你叫张春玉吧？是啊，什么事儿？领大伙儿唱个歌，啊？哎，大伙儿说唱个什么歌？我说唱个学习雷锋好榜样，怎么样？好，那你起个调。好嘞，学习雷锋，预备，唱。学习雷锋好榜样。忠于人民，忠于党，爱咱分明，不忘本意，唱天津斗志昂，立唱天津斗志昂。好，谢谢啊。不谢。那有辆汽车，大概是来接我们的吧。是吗？哎，同学们，又来一批新战友，来，下来几个男同学，去接接他们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同学们，你们是去燕山林场的吧？太好了，我是燕山林场的厂长，叫韩超强，是来接你们的，快上车吧。啊，来，给我吧，我来帮你拿。给我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好啊，真不好意思你们呢。哎呦，你们带什么东西？别乱说呀。哎呦，先走吧。是啊，我们
哎，咱们这个执委会啊，变成个哑巴会了。我说老易啊，你是宣委又是造林队长，说话嘛。咱们林场增加新战士，应该高兴吧？谁愿意高兴谁高兴，我一根筋跟你告长假，歇了。开支委会，研究怎么带好新战士，不研究你告长假告短假的，根本带不好。这是林场。得上山，得挖坑，得挑水。你弄来这么多丫头片子，这么多个小姑奶奶，哎，甭说别的，你就说每天上山拿这四大件吧，哎，你就说这件30多斤，他拿得动吗？他再说这荒山野岭的，那男女混杂，你管得住张三，管不住李四，不出事儿才怪呢。你说怎么管好吧？小点声。这群娃娃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，有的是三好学生，有的还得过金质奖章，只是因为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不好，才没考上大学。他们来林场，有不少人本来情绪就很低落，咱们得给他们鼓劲儿才对呀。这是林场，嗯，不是托儿所啊。林场也得有文化，没文化光大老粗不行。不行，五二年来那批工人全是大老粗，树不照样种活了？大老粗照样打天下。哎，马恩列斯是大老粗啊，毛主席、刘主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是大老粗啊。就说咱们林场吧，这十年要是没有何静、黄申他们，能行吗？哎，那何静可是个女的呀。那人啊，他要是个男的，那不更好吗？你呀、啊，这位是何静同志。啊，这位是黄申同志。这两位啊，都是咱们林场的技术员，是解放初期林学院毕业的知识分子。这十年来啊，他们为林场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这几十名知识青年到林场工作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十年前咱们这个林场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老警卫啊，啊，今儿个开张饭做什么好吃的？黄金塔。不瞒你说，从东北打到海南岛，又到朝鲜转一圈，我做的最拿手的就是黄金塔呀。不过这位女将的胃口我还没摸准呢。那就调查调查嘛。好嘞。
不好，有人滚破了。给，好，你们先去营房。哎，牛家队你负责，队伍要整齐。何静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可别下来啊！同志，要紧不？哎，你是谁？滚开！你滚开！你快给我滚开！你怎么了？我是看你摔下山来，赶来救你的。哦，谢谢你。那你快走吧，啊！我这整个人可不是好歹，张嘴就骂人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何静，我来扶你吧。不用了，你扛三脚架，先回营房去吧，啊！哎。当时啊，我看见他就像是个球似的，从山上就滚下来了。好家伙，我只想过去救人呢，没成想他把裤子给撕了呢。我呀，刚赶到他跟前，这家伙捞头盖脸就让我滚开，我还以为碰见个疯子呢。是不是？真对不起。那时候啊，还没有房子住，几十口子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头，只有何静一个人住单间儿。那是个什么样的单间儿啊？
醒了吧？啊，来，过来，咱们俩一个被窝睡吧。不，你看，老韩。嗯。看清了吗？哎呀，会把他冻坏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睡吧。我去跟他作伴儿。哎，老韩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行啊，来吧。你怎么也来了？睡觉去，天亮还得出宫呢。我睡不着啊。哪像干活的样子，你瞧瞧谁不是敞胸露怀大光膀，瞧瞧你裹得这么严实，刚坐月子怕受风啊。啊，大伙注意了，每人十个坑，挖完了没有？挖完了，我已经挖了12个。好小子，像条汉子啊。那咱们就马上吃饭，吃完饭都给我下山跳猪秧子去，每人10颗。只许多不许少，按咱们技术员的要求在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吃饭。好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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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还差2个没挖呢。赵弟儿，吃饭了。哎，赵弟儿，我来看看你挖的怎么样了。不错，比规定的还大，树秧子躺在里头都有富裕了，你真行。快吃饭吧。哎，我怎么连他都不如呢？8个坑怎么栽得下10棵树啊？跟队长说我没完成，不，太丢人了，人家该不要我了。回来了，吃你的。哎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坐这儿来。哎，你坐，你自己吃吧。怎么样，累吧？不累不累，和技术员真行呢，比我们还行。啊，这看你说的啊。来，怎么样？刚开始干总是很累的，慢慢就习惯了也好啊。环境塔的味儿怎么样啊？就是太干净，香了吗？啊，今天我们超额完成了，不错嘛，那当然了。你吃饭也吃就行了。哎，你挖的大小怎么样？绝对是够规格。哎，那行行好，都是按照这个技术员的要求。够规格，我把你塞进去。来，把它塞那儿吧。办人事啊，这玩意儿干活呢。完了。哎，我说，都吃饱了没有啊？吃饱了。挑树秧子去。啊，挑树秧子去。挑树秧子去。嗨，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大伙快点。哎呀。小心点啊，小心，来，小心点啊，快，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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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滑啊，小心点。上山可也是不好上。快快走快。哎，来，树苗长得挺好啊，这树苗啊，这些个树苗啊，太娇嫩，大伙儿上山的时候，千万别把土坨弄散了啊！知道。哎，没人试磕。好，何静啊，你是女同志，少挑点啊。没关系，我挑得动。哎，一棵树苗五六斤，十棵就五六十斤呐，你挑不动啊！别说五六十斤，再加上你这老警卫啊，我照样挑得动。别，摔坏了老警卫没事，摔散了土坨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啊！我杨忠在你一根筋眼里啊，连几个土疙瘩都不值啊！我告诉你说，我老婆可把我当金疙瘩呢啊！你呀，是个糖疙瘩。来啊！快走！看着路啊，开着点啊，剩一个坑了，多余的两颗往哪栽呀？这两颗让别人栽吧。不，我少挖两个坑，不就露馅了吗？不，不行，太丢人了。树秧子躺在里面都富裕。对，少栽两颗不会有人知道的，谁会数得那么仔细呀？李队长，何静，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啊？太不像话！什么事儿？这是谁干的啊？谁干的？是牛招娣的新发明。这个小兔崽子！牛招娣，你给我过来！听见没有？你说，那是不是你干的？我揍你个小兔崽子！我不敢了，不许打人，不许打啊！我们这帮人都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，只许给老解放区灯光，不许丢人。你们说，我该不该揍他？该揍，不说话，揍！住口！
人不是老解放区的作风，这是给老解放区丢人。那好，你就让他兔崽子胡作非为吧，我还不管了。哎，你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哎，你呀，一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他就是这号人。啊，就算他是这号人，那你抬手就打，张嘴就骂，就对吗？对。上级说了，咱们干这个绿化是保卫首都的大事业。他破坏大事业，无论是打是骂，全对。你呀，真是那一根筋。嗯，用你的话说，当年打游击，整个京西，哪道山你没爬过，哪条河你没趟过？你的积极性是靠打出来的，还是靠骂出来的？嗯，那倒是。那你说，该怎么办？你的意见呢？我看，杀鸡给猴看，开除算了。哼，我看得先开除你。嗯，你说什么？不是我摆老资格，我的党龄比你支书还长三年呢。不假，正因为这个，你把自己摆在老爷的位置，把群众当成鸡跟猴。照这样下去，你说的大事业会成什么样子？啊，别这那的了，你马上去找牛招娣承认错误。我凭什么呀？他犯错误还有理了？他的错误不会放过，你的错误却必须马上改正。我一根筋，我转不过这弯来。转不过来也得转。你是党员，是干部，就为这，真，我说呀，人非圣贤，圣贤也不敢说不犯错误，就是光哭解决什么问题？找领导承认错误，改了就好嘛。啊，这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，光哭有什么用？去吧。拿这干嘛？老黄给打了饭，他不吃，都凉了，我给他热热。你歇着去吧。哎，这个兔崽子，他那么厉害，我爸看见他，兔崽子，坐好，给我吃饭。嗯，吃吧。啊，我向你认错，我不该抬手打，张嘴骂，我错了。
老爹啊，你能说说为啥要把两棵松苗埋起来呢？我十个坑没挖够，又怕给人家知道。没挖够，怕啥呀？连核技术员都不如，我怕时间长了，造林所该不要我了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嘛，只要不是故意偷懒耍滑，怎么能不要你呢？赵爹啊，这两天你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要是说了，还要我吗？怎么能不要你呢？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嘛。对呀，该说真话嘛。市里到我们乡招工的人说，只要男的，不要女的。我一门心思想来就，好不容易来了，又干不过男的。怎么，你是个女的？这两天又来了那个，浑身没劲儿，又怕露馅儿。哎呀，你呀，怎么不早说呢？这种情况你还挖坑挑水的，真难为你了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该把树苗……我要再那样，就让雷把我劈死。真没想到啊，真没想到啊。难怪你老让他跟你一个被窝睡觉，他死也不干呢。我怎么知道他是个大姑娘？刘招娣同志现在还在林场吗？在。哎，老杨啊，让他跟大伙儿来见个面。大半天了，连他眼儿都没瞧见，高烧刚好一点，不知道爹哪去了。无足就无迹了，得好好敲打敲打他。从那以后啊，知道他是女同志了，咱们饭菜的花样啊也就多起来了。这以前呢，以前我就会蒸窝头。有了牛招弟儿啊，我就该让贤了。厂长，哎，明天就让我们上山吧。对，明天就让我们上山。明天我们就上山。大伙儿别着急，日子长得很呐。咱们首都北京是被风沙包围的城市，山要治，沙也要治，任务重得很呐。现在你们来了，正赶上咱们国家暂时困难时期，你们说该怎么办呢？向老工人学习。向老工人学习。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向老工人致敬。向老工人致敬。
风，预备，唱。好，使劲。是谁风好榜样，忠于革命，忠于党，儿曾分明不忘本，立场坚定斗志强，立场坚定斗志强。学习雷锋，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忠于革命，忠于党，儿曾分明不忘本，立场坚定斗志强。下山干嘛去了？哑巴了？啊？无组织无纪律，私自下山？怎么话呀？说话呀！问清楚了再说嘛。哎，怎么出这么多汗呢？你高烧刚好一点，再病了就麻烦了。来，进去进去。哎，进去。来来来，坐下歇歇啊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？回去继续开会。走。擦擦汗吧，厂长。我，我这是违反纪律吗？再说，我也不是私自下山呢。你